DIY artificial gas， 后面太长了，我记不到，我记得前面 DIY 罢了。也算是老板，也是算老板。哇，Yo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八月十五。OK， 今天呢，我来到一个地方呢，非常特别啦。这边是专卖草的东西，身边呢这边有一个小帅哥啦，小哥哥。所以，小哥哥，我想问一下，怎样称呼你啊？叫我英杰。我是想知道，就是你这一家店的名字叫什么？叫 DIY Artificial Gas。后面太长了，我记不到，我记得前面 DIY 不了。So 已经是多久了？刚开始不久了，两年哦，两年。OK， so 我是想了解更多，就是关于这些草，这些草是算假草还是真草？假草都是从中国过来的。你们是专卖草啊，是吧？还是有卖其他东西？没有，只是单单假草啊。但是我是想知道这个草适合放哪里？适合放在室内和外内啊，就是indoor和outdoor。我们看到了啦，就是有三个不同的，就是都是一样的是还是？都是不一样。都是在它的颜色还有长度，看那个客人要它的 measurement 多少。好奇问一句啊，像你是这一家店里面的员工还是？也算是老板，也是算老板。哇，年纪轻轻就做老板了，那你像我还是做打工人。小帅哥，我要怎样称呼你呢？叫我家俊啊，家俊。Yeah. OK， 这些草是真草还是假草？全部是假草，就这种有假草分级长短，有的可以放在室内，有的算室外，有的两个颜色，有四个颜色不一样的，是一般是看那个客人喜欢是哪一种。但是我是想知道，就是假草可以拼起来的哈？可以拼的，它是拼的，因为我们的扩是6.5尺，长度一卷是80多尺，是看客人要需要几多，我们就卖几多，各几多给他。就是客人如果要安装在家也好，还是要买断跟我们买，就是要给我们尺寸几长几阔，我们就叫他讲解啊，还是整片啊去。也是有分高跟短的哈。对，这个像这个是30mm 咯，这个是叫做30mm。30mm natural， 对，它是长的，属于啥咯？比较最受欢迎啦，很多人喜欢这个。对，这个它是有8年到10年 warranty， 是说它不会脱色，它不会掉起来。没有像有的其他的 brand 也好，人家卖它会讲哇卖很便宜，但是它。不久它就会脱掉，还是会烂掉到完。这个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的好，都蛮适合给小孩子踩上去玩的嘛。对对，是这个是这样讲，有 UV protection 的，是说不会好像人家全部客户买是怕会好像对于身体不好。但是这个是不会的，这是我们有做过 lab test 的，所以他们就是说对于身体没有为什么放在家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因为这个客人就每次讲，我们买时候回去怎么会有这样多，有的会有味道啊？其实这次是没有味道的。不伤害到他身体的。但是我是想知道，就是很多顾客大家都会想去了解，就是我们这些假草可以洗的吗？还可以？可以洗，可以洗的。对，因为它是有洞在后面的，就是说如果放在泥地之后，铺在外面郊外，你可以用水洗，不会怕会渗水，水会流下去，没问题的。铺内的话也是。铺内是可以用，可以 mop， 可以 vacuum， 也是不会掉起来的。又有一个帅哥在我身边，帅哥怎样称呼你？可以叫 Kelvin 啊。三个东西 ，OK。出现在我们面前，这个是我们的印度料啦。对， so, 你们直接就是这样子铺上去罢了吗？还是铺上去也是可以。如果你们是要稳一点的话，你们可以放那个 glue， 放那个 glue， 对，会更加稳啊，就会摇啊，把那个 glue 会比较粘，所以如果你要拆的话，整个地上的那个都会一起起啊，就是那种模式啊那种。OK， 会比较难看呐。Indoor outdoor 也是一样的 ，outdoor 如果外面的话那种。那种车放车的地方也是可以放的，也是可以放的。对，所以这个是蛮特别一下的，这个是如果、这个、对我来说是蛮特别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只是那种外面啊，如果那个地不平啊，地不平啊，就要放那种沙，就是这个是先放一层沙，这是有什么用处？也是放，没有也是 outdoor 啊 ，outdoor 这放进去了才哦。我以为是那个什么 ，Sman 啊，像他别的这个是for 那种 golfer 啊 ，for golf 的，对对对，这么这个像特别的这个是青色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那种黑色跟青色都是一样的，那这个白色的东西是这个是海绵来的啊，这个海绵来的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这个是白色的海绵宝宝，白色的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不是黄色的海绵宝宝，不要误会哈、那我是想问一下，就是除了
地面可以做这些槽，这样子墙壁啊、天花板啊、风扇啊那些等等可以做的吗？后面墙壁都是可以的，都可以。哦。可是你要放那种钢啊。嗯。放一层钢的才可以粘上去。但是哎，对我来讲呢，房间或者是家呢有槽呢，对我们也是很好，对我们这些试眼机比较好啊，常常打击。OK， 现在呢，影片呢接近尾声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跟分享，还有记得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了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呢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，有兴趣对这一家公司 DIY 有兴趣要买他们的草，你们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号码，或者是 Facebook、IG 都可以联络他们呢。如果你有兴趣要更了解更多的话，想来这边看看的话，下面。description 那边我会放地址 ，OK？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。不过忘记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是看了我的这个影片，你们是透过我的影片的话哦，会有特别的优惠啦。什么特别的优惠呢？我不告诉你们 ，OK？ 你们亲自来找他们啊，就知道了 ，OK？ 拜拜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恭喜你呀，恭喜呀，恭喜！新年充满新希望。